乐观，绝不太管用，找不到什么线索。也许这不过是逃避的借口，或只是努力不够。明白全是经过的独自面对，懒得去指望谁。保持这种想法已经好多年，是不是还是会感到厌倦？你要习惯无声的独白，每一次日夜交替的孤单，当心别让黑暗流出来，它就不曾存在。在无能为力的现在，虽然不是最完美的，但一定是最特别的啊。即使对世界不在这边跟帮我投票的人说一声谢谢，虽然最后没有办法进入年度前四强，不过大家愿意来看我的表演，喜欢我的音乐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干干干，赞赞赞！大家。